喝一点。这不是暑期夏令营，而是为了2019年台东县成功镇都立部落丰年祭在做的准备。这群部落青少年正透过年长的叔叔哥哥带领，团队分工收集活动会场所需要布置的器材及装饰。全部都在砍，留几个负责教那个，还有那个要砍的时候旁边不要有人。等下那个小的没有拿东西的，不要站在那边看，每次就是问学长有没有我需要帮忙的，懂吗？好，可以哦。好，开始动作。为什么你要？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叫布伦厄斯。为什么要叫布伦厄斯呢？一般像你们现在还在离母之饭，我们有一个讲法，就是离母之饭是少女的意思，就是你们含苞待放的意思。感应是已经可以谈恋爱了，你们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是包干盖，等到升级了以后才可以称为感应。要记得，然后还有一个称法就是这样，呼啦呼啦样，我刚刚抽牙的倒碎，然后会这样子摇动的那个意思，呼啦呼啦样，好，所以你们的名字很好听，但是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也是推动青少年部落养成重要推手之一的吴小凡，延续社区协会的理念及精神，创办了台东县原住民嘎布隆岸文化教育促进会，试图要让更多的青年返乡，也让这群青少年利用暑假期间学习传统的文化及长辈的智慧。当时回到部落，刚好是在无意当中就接任这个理事长的工作，那在想说回到部落看那个部落的小孩子，从青年一直到小学的小学生，暑假的时间没有做任何的活动，那我在想说，反正是自己的身份是理事长，就干脆就把部落的青少年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刚好也看到部落的那个年龄阶级的部分已经缺少了，那个因为大家都在都市里面工作，那上一个阶级就没有时间去训练那个下一个阶级巴嘎鲁爱这个部分，后来就在想说，能不能就是用透过协会的那个理事长的这个身份，然后去整合部落的青少年，从那时候开始，当然草创时期非常的辛苦啦，什么经费什么都没有，但是呢这个力量还是有的，因为是看到自己的文化面临失去的那个想法跟概念，想说觉得很惋惜，然后在父亲的那个协助下，然后就开始整合整个部落的小孩。这个啊，你现在是什么阶级？八杠哎。哦，对。第几年？因为我已经两三年没有参加，上一次参加应该是国一的，做一次。国一。中间为什么空着？因为到高中的时候要比赛，好像是六年吧，五六年了。对啊，中间在比赛。所以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加入的？今年的。那这些活动对你来说很辛苦、辛苦归辛苦啊，可是这都是有荣耀的，真的。以后还会继续参加吗？会。过程虽然辛苦，但是能够参与部落的事物，也会有许多的成就感。毕竟这是一年一度的丰年祭，即便只是会场的准备工作，但是每个人都很清楚，这是在部落年龄阶层中被认同的基本训练，也是证明自己未来有能力保护部落重责大任的第一步。105的时候我就来了。是啊。对。你是在这边读书吗？
没有，我在台北，然后因为妈妈是原住民，所以回来台东独立来参加这个体验营。可是很累呢。不会啊。你很喜欢哦。喜欢。那你这几年学到什么？比如说刀子用法，还有那个锯子的使用的什么规则，要注意什么的。就是之前我有跟同学讲过，然后他们就说下一次他也想要来玩这样。就是在里面砍竹子的那个是巴格奈，然后我们这里的是就是实习生。对啊。他们是因为我们丰年祭有分那个，像这次带我们的是拉百年，有拉千禧、拉高铁、拉英九那些的，他们都是那个从巴龙爱然后进阶到拉百年那些的这样子，然后他们里面的都是要进阶的。你呢？你什么时候进阶？还要很久吧。那个不用用了。那个把长的用好就好，应该没了。这个部分是要他们做什么样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就是打乱休息休息屋，还有老袜吧。因为地场地会很容易会有灰尘，啊，长辈都会教我们要洒水，就我们要制作那个洒水。男性早期也是因为是学习工艺。就在祭典的时候，除了认识自己的母体文化之外，那还是要多学习部落的传统技能。所以呢，这个课程呢，就那个就是偏重于男性，就是以工艺这个部分去学习自己的刀工，学习做怎么去编织。所以就会那个青年就其实是早期的课程是这样，然后就一直延续下来。呼啦呼啦呀呢，你要干嘛好？哎，哎喊。呼啦呼啦呀呢，你要干嘛？我的母子兰，我的兰好，我打打过来，马当当来做这个是煮过的穿汤锅哈。以前的老人家呢都是就是这样子吃，然后用盐巴，放一点辣椒，但是现在的人哈，可能会稍微用这个爆炒，多一点酱油，那个吃起来不一样啊。这个是什么？打打鼓嘞，我们都叫它吊吊菜。那因为发现，如果说是光对男性来做，男生小那个青年来做的话，觉得他们课程会很无聊，然后就想说女孩子，部落女孩子也很可怜，因为我们部落已经失去了那个女性的那个阶级，早期有，那一直到我这个阶级的时候已经断层了，那。我还有经历过我们自己阶级的那个训练的那个部分，但是下一个阶级就没了。后来我又担忧这个女性的这个部分，因为自己是阿美族，大家都在讲说是母系社会，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在从小去做培育。女性也是要认识自己的妈妈的这个角色嘛，女性的这个角色也要扮演，然后支撑本来就应该有的一个责任，然后想说，哎，女孩子也可以。跟着男生一起做训练，但是我们课程是分开的，男生是男生，女生是女生，女生当然是以家的概念为主，那当然现在是两性平等，也不一定是女生在厨房，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跟训练还是有，所以男生呢就会透过，因为当然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采藤然后做那个削藤的工作，那不过他们在这个阶段的基层的基本的一个训练，将来他们就像那个阶级已经慢慢变成拉百年，或是那个拉高铁，或是拉观光，他们都会传统的技能，也可以造传统的船，他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都立部落沿袭传统的机制，从小就要分层负责部落各项要务。以2019年的年龄阶层来说，主要架构分为八个层级来营运。整个丰年祭的任务和分配，从最高阶层的拉自强，接下来拉直播、拉观光、拉千禧、拉高铁、拉英九、拉百年，到未命名的青少年组巴嘎龙爱，每个阶层命名都会以当年国内大祭事来取名，
然而各阶层担任期间以五年为一个晋升基础，而今年正好是年龄阶层晋升的重要节庆。以拉龙岩目前是以拉至强，它是51年次到58年次。其实中间有个误会，就是所谓的断层，实际上是51到54年次。结果55年次到58年次的，因为当初去当兵被命名的时候都没有回来，结果那个年龄阶层，因为有的没回来，有的有回来，就变成并到拉至强一起被命名，是因为当初大概在60年的时候，中美断交，我们要自立自强而得名。然后再来就是它依序是拉直波，59年次到63年次。那拉直波的命名是因为国际通话刚好直通，可以直播国外电话，所以说叫拉直波。拉直波下来就是依序就拉光光，大概在64年次到68年次。当初他们要晋升的时候，刚好台东管理处东莞处刚成立，所以说刚那年刚好就把它命名为拉光光。然后依序是拉千禧，被取名一定是千禧年那一年，刚好2000年。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拉高铁，就是高铁刚通车就直接叫拉高铁。另外一个阶层就有点争议，因为也不算争议啦，就老人家说什么你就要接受这个名称，因为刚好我们马英九当选总统，所以说他们叫拉英九。然后再来就一个年龄阶层刚晋升，新义国小创校百年，然后所以说他们叫拉百年。啊，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巴卡龙爱目前被训练中的那组，大概我们的组成就这样。完整的年龄阶层制度显示出都立部落对过去传统的坚持及努力，而因应时代变迁，未命名的青少年组巴嘎龙爱更被视为部落未来的中流砥柱而加以培育。训练内容虽不如以往严苛，但求精神内涵及学习心得能够成为他们重要的养分，借此将来能学以致用，付诸于社会。青少年这一块是因为我们变得是那个青少年就变得凝聚力很够，那很强，然后他们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集合，然后都会传递讯息。那别的邻村的部落就看到我们用这种模式，用这种方式，虽然不符合传统的那种机制，但是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方式，反而是适合我们现在的培育方式。然后很多部落就开始过来这边做交流，相互学习了。老板娘哦，婴孩哦，哦，婴孩，好了好了，马上按了。哎，对对，他们都四公斤到五公斤吧。哦，好好好，等我哈，等我，我马上去啊。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谢。这里是都立部落的海域之一，也是族人们说的大冰箱。附近餐厅一通电话，海胆、龙虾就能够马上新鲜送达。早期住在这里的族人都是以海为生，几个世代的变化，这讨海人的生活也慢慢的没落。即便如此，部落耆老也是坚持守护着祖先留下来的海域，因为这不仅是养家活口的地方，也是举行祭典仪式重要的所在。其实都立这个部落是从以前听过一个叫李英福李老师，算部落里面最早当公务人员的那一位，他对田调很在乎，然后也比较仔细。我从他口中得知是说，
独立部落是有两种名称出现，日本时代的名称叫做都叫独立地，因为以前我们在部落，我们部落有三次迁徙嘛，最早部落迁徙的时候是因为每个家家户户的周围边全部都是种九熊这种树木，因为它主要是可以拿来做生活用品，比如说起火啊，然后就是做农牧用的东西工具就对了。日本人发现这边怎么种那么多独立，那个就是九熊的东西，就九熊这种树，后来才把它命名为它这个部落叫独立。然后第二个说法，李老师也讲过，我们有一个原住民的里长，当初当选里长以后，他很在乎就是年轻人或者每个人都要有非常好的技能，就是他对编织有很大的期待，每个人都要会编织，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独立当成独立，也是编织的意思。独立阿美族语中就是将物品固定或是编织的意思。独立部落位于台东县成功镇境内信义里台十一线上，淳朴热情的民风是当地的人文特色，近山面海，景色宜人，有天然形成的海湾，也是许多冲浪客喜爱前往享受的秘境。居住在这里的族人认为独立是一块有福之地，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样貌，造就独立部落与众不同的族群特色。看到店名把阿曼会问我什么意思，我会跟他们解释这是阿美族休息的意思，我就希望经过的一些旅客啊或是朋友都可以进来休息。这个是竹子编的，这是我第一次跟部落的老人家学的编织，它是传统的六角编法，这个在以前小时候我们在菜市场很容易看得到，随处都有很大的竹篓，都是卖菜用这种编法来做的。那不过我现在就是有上网看一些东南亚的编织用椰子叶，然后我自己在因为有学过一点编织，然后自己再创新去编。环保的一种袋子，这种烂掉了之后，其实你丢掉它，它自然会腐化，没有关系，不会造成我们地球上的污染，又很有特别的造型，然后可以拿出去买一些食材啊，买菜啊，买一些小东西，拿这个去装。这个是已经编得比较久，放比较久了，所以它渐渐的已经变成咖啡色了。然后这是这两天才编好的，绿色是也很漂亮。我自己是喜欢它变化的过程，产生有绿色、有咖啡色，最后它变成完全咖啡色的时候，这三种阶段的颜色都还蛮不错的。这个其实不多，它这一小节只有各八片叶子，我就砍了两段，两边都是各八片，八片就可以让它两个交互编织在一起，它的底是完全没有接缝的，就完全是编在一起，然后最后是变成一个容器可以装东西的。另外这个手把是另外编的，像这个袋子其实很快，这个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编好了。如果是像老人家用竹子编，时间就比较长，你就除了要先砍竹子削成竹片，削了竹片之后你还要算数量才可以完成一个作品。我就像附近有椰子叶，我就先想编东西的时候，我就直接去砍椰子叶来编。身为部落的一份子，陈王宝良于2017年回到都立居住，因为喜爱编织，也承袭了过去长辈的手艺，于是就带着厨艺精湛的外甥一起开设了巴汉和休息站。除了可以提供往来游客休息外，也可以顺便将手工编织的作品展示给大家欣赏。热爱编织的他，也在这次的青少年训练营中扮演着教师的角色，希望将都立部落编织的特色透过大家的双手传承下去。等一下接下来的课程所有的安全守则，我们现在就请到我们的
那个老师来为我们讲解，来欢迎陈王宝良先生，来掌声一下。等一下就一个负责上去砍，然后底下不要站人，那个椰子树打下来也是很痛。等一下砍就是连旁边的那个帮忙叶子不好的全部砍掉，然后他们会到时候干掉会把它烧掉。然后在楼梯的周围也不要站人哦，然后可是要随时注意爬楼梯上去砍的那个人的安全。至于那个椰子叶的时候，你看它的方向是这样垂下来，你要从它的上方这样锯，如果从下面锯的话，它会压力往下的时候你会锯不开，就从上面锯。今年第一次编椰子叶，椰子叶老人家以前编的比较少，都是以前有装饰都是用那个茅草稻草去做那种装饰，然后椰子叶是可能就是我回来杜立一年多，我就开始编椰子叶，然后就是部落的人有看到，就是想啊，这个取枝也很容易，然后也是算环保的一个资材，然后就地取材去砍一些椰子叶来做丰年祭的装饰，然后顺便教年轻人一些简单的编织这样。我回来参加拉直播，今年也要算第六年而已，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在杜立长大，我妈妈是杜立部落的人。然后小时候他常带我们回来，然后就是对这边有一份感情，然后我也喜欢这种很淳朴的生活。然后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少子化，然后很多父母亲都是在外地工作，小朋友都是在都市生活读书，然后暑假寒假他们才会有机会回来，然后暑假刚好是碰到丰年祭的季节，哦，就是能教他们一些传统的东西。椰子叶也不算杜立传统的编织，不过可以扯上编织，因为杜立在阿美族的意思就是编织的意思，不管什么样的编织能教他们就多一点技巧编织的东西给他们这样。最好就是每次回来都会就是有一些外县朋友回来，然后就可以认识别人。有时候女生会编织啊，穿衣服，做毛衣。这个你是第一次上吗？你们？对啊。是啊，之前没有教过是吗？没有，之前是我们教的，不记得了。之前没有编这个，今天直接绑。会不会发掉？虽然是今年才开的新课程，大家对于椰子叶的编织深感兴趣，老师也因此细心教授。在都立部落的暑假期间，许多青少年都踊跃参与这样的课程训练。在早期只针对男性的训练方式，如今也安排女性的加入，不仅加深了许多的学习项目，也增加对于成长营的参与意愿。哦，目前那个巴嘎龙爱就是还没有进阶到年龄阶级的这个青少年，然后要在丰年祭之前要做一些训练。这个训练呢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有的训练，但是中间有一个时段呢是间断的，然后后来就是大家部落里面有一些人觉得想要复振起来，然后又开始进行这样的训练。他目前这边的阶级呢，就是有，巴嘎龙爱，然后明年要升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下一阶层的那个实习组的。平常其实都是只有男生在做训练，那因为现在的资讯非常的发达，就是男孩子想要来训练，女孩子会想要跟着一起来，然后后来就把那个女孩子的训练呢也加在里面。那过去听老人家在讲训练呢，就是男生的就是会一组，然后女生呢，她自己其实也有自己的那个年龄阶级之分。叫鼻涕岸，鼻岸，鼻涕岸，这个后面尖尖的叫独步，独步，哎，我们两个都要抓是吗？对呀、这个两个都可以吃啊。你现在在干嘛？煎海螺。啊？煎海螺。煎海螺。
长子的话怎么讲？比迪安抓抓比迪安，还有拯救。抓比迪安还有拯救。现在拯救或者是这些比迪安不是变少了？哎，越来越。以前你小时候的时候比较多。对对对对。为什么会变少？这个有很多，来不及长大。因为这个不是人家人养的。哎，对，不是。会一起弄呢，就是，所以反正都要训练嘛，好，就把那个男孩子、女孩子一起来训练，但是他们的项目就不一样，就依照部落的需求，像现在他们在做。那个矮羊矮就是休息区，要丰年祭之前呢，从那个年龄最大的主席团会带底下的那个年龄阶级回到海边去采集，采集完之后要敬老，那这个休息的地方呢，就是年纪最小的哦会来做这个事情。那个我就从最底下开始，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很简单，负责场地的浇水，哦，就这么简单。那现在就直接立定，十分钟浇一次。接下来上来老百年，这个去年没有尽到责任，哦，这个部分特别特别注意一下。大门本来就是你们的任务，哦，这样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动线，这个比较重要。再上来拉英九，哦，这个。去年好像没有做事呢，有讲不出来哦。你们做什么？侧边的那个门的维护。哦，好，再来高铁。对，有。你们做什么？做基督教南面的。好，天奇。就纠察维安工作。是啊。对。然后参与歌舞外，请你进行中情管制。好，再来光光。哦，你们就拜托一下，因为今年。大概会从三个比较多的是从大门进来的长官了，啊，再来第二个应该是这个路线。我排名赛是有，但是比较少，我拜托你们了。有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就拜托你们引导一下。是，没问题。好，谢谢。因为那时候米达林比较没有空哦。丰年祭开始前夕，部落主要的各阶层干部聚集在主席团会所。分配各项任务，也借此检讨改进去年丰年祭前后的缺失。今年是拉字墙即将届满的第五年，也是迈入中年组的开始。未来部落管理事务也将要在丰年祭交接给下一个阶层拉直播掌管。对于部落的期盼及自主，语重心长，希望未来部落会有更好的发展。明天开始，也就是今年，当然了，今年是我们最后一年，所有的贵宾、长官、贵宾，只有介绍，没有讲话，这是我们主席团坚持的。虽然上一次、第二次筹备会议没有得到共识，但是明天全部都是我们要面对去管制的，成败是我们来负责。讲话的都是讲好话，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不是本村的，只是因为他是委员。只是因为他是议员，就应该要获得这样的福利吗？这是我们的祭典，所以明年和今年、今天、明天，我要强调就是这个而已，不是别的，也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拉志强，都是为了各位以后来铺路。当然啦，如果你乐意要这样做也可以啊，叫总统过来讲一个小时，我没有意见。我还是强调，我们去年也被骂了。我们也承担了，但是我不会把这个过错灌输到你们身上，我不做这种人。做的我们把它修正，就这样而已。做的就是这样子，你不修正，只有怪别人，那永远不会长大，也永远不会成功。好，大家不说了，过，谢谢你们。好。在我们小时候，一般来讲，碰到丰年祭，都是里长到各邻各户来去收。钱啦、啊，或者是菜啦、啊，或者是米，也就是说每一户都要供应多少，都一定等同的一个数量，包括金钱。
是这样子。那后来为什么会用公部门的这个名目来去办这个活动，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利用在后天做一个整个部落的一个检讨会，会提出这一点。刚刚你讲得很好，本来就是部落为主，而不是因为公部门，是因为有了部落才有公部门，应该是要反逻辑去想这件事情才对。我们后天会针对这个事情再做进一步的一个争取跟做一个导正。为期两天的丰年祭典即将展开，一大清早部落开始大扫除，各邻各户会派出代表一起打扫社区环境，族人们也会选择在这两天暂时放掉手边工作，全力配合部落举行的重要祭典。然而即将晋升主席团的拉直播阶层仍旧忙进忙出地准备今年的大会伙食，他们期盼有个好的榜样交接给下个阶层延续下去。以前原住民的独立部落本来就是有共食共享的习惯跟习性，你今天就从海边采集很多，就会分享给所有的族人一起吃。尤其在丰年祭，通常丰年祭为什么会有丰年祭，就是大家农忙都结束了，然后期待下一期的一稻作要去耕种，而空档的时间，大家变成去海边采集啊，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大家一起共食。其实以前的丰年祭，不是只有三天四天，有的时候以前听说有的一次，有的时候一个月，所以说这个就会变成习惯。啊，尤其在丰年祭的时候，大家就在聚会所一起吃饭，然后当然有炊事单位，就是我们这种代应。就是把所有的饭菜都煮好，再送到会场来一起吃嘛。所以说我们的任务，拉直播的任务就在这边。我们拉直播，因为我们沿袭上面的传统下来，我们会一层一层一层交接下去。然后今年是轮到我们拉直播来去做我们午餐的供应，这样。现在我们是现阶段就是我们要准备我们明天的午餐，所以说我们。整个部落的活动都会杀猪或是采集我们竹笋，然后来去配置我们的午餐。我先介绍我们的妇女团，妇女团就负责我们的伙食还有一些竹笋，然后去配置或是杀猪的时候他们就负责烹饪，然后负责我们的午餐、中餐、晚餐。然后我们拉直播在年龄阶层里面还分五个年次之后，然后还要分配工作，有的人负责场地，有人负责就是跑腿啊，一个做会长，然后会长之后还一个专门倒酒，然后还有整理一些周遭的伙房，就是我们煮菜。还有一个年次主菜，所以说我们有分，一直照轮五年，然后他们会一直轮一直轮替，不管年次我们一样都会轮到。哎，这是我们最好的传承方式，因为我们没有分说哦你比较大所以你不用做，我们没有再分，所以我们都会照轮，每一年的会长都不一样。拉直播的组成是从1970年至1974年形成的一个年龄组织，每年丰年祭各年龄层都有轮替工作的分配，不会因为性别年纪大小而有所区分，这正是拉直播由来已久的分工方式，也是都立部落所有年龄阶层中最具公平的象征，部落的和谐也可由此看出端倪。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会到返乡来参与这个丰年祭的祭典，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年当中只有这个祭典是我们实实在在是我们原住民的祭典，因此他们对这个祭典的话很踊跃的参加，同时这是我们为了保留发扬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我们这个年轻人必须要有负有承担这个传承的任务，所以我们都是请年轻人一定要到这个时候一定要回来，
使得我们的深刻的了解体会到我们是阿美族的文化嘛，而我们就会传承给他们，则一代一代的相传，这样才不会断层，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期望是非常的大。哎呦，因哎呦，因何言？哎呦，因哎呦，因哎呦，因何言？哎呦，哎呀，哎呦，因哎呦，因何言？好，这一年哈，就是交接仪式了，你们明年就要生了哈。明年你们要生了，啊，你们的名称是三个名称呐、啊，第一个名称是我称呼的，是拉海记，啊，第二个名称是拉都利，啊，第三个称呼是拉菲都奈，每一年都要举办海记，对不对？每一年你们巴格隆的时候都有举办海记了，所以说头目称呼你们是拉海记比较适当了，对不对？嗯，好好，好，谢谢，好。在大家热烈的期待和掌声中，未命名的青少年组巴嘎隆爱走访了各阶层的会所，最后来到了头目家中拜访。头目建议三个未来的名称，也期许大家能不断学习并传承文化精神，尤其歌舞的呈现更是都立部落引以为傲的特色，希望他们可以发扬光大。像别的部落是用录音带来唱歌，不是，是不适当。以前老人家哪里有录音带，对不对？老人家就是按照老人家传统下来，一接一代接一代就是这样。我们这个独立的哈，一个歌调舞不一样，我们不是一个歌就是一个舞。他是另外一个，所以你们的歌很多，对不对？对，也是明天才有厉害啦。那这些歌都是你们怎么学来的？从祖宗，也是老人家的，老人家传下来的，传统借代。要不要忘本？我们祖先的那个就是这样，所以一代一代就永远保持这个。而且非常有活力的部落，我是属于现在的拉自强，刚好就是在青年致富的这个年龄阶级。其实我从小就有参加，就是其实一般应该年龄阶级应该是只有男性啦，可是在我们都立，因为女孩子也没有组织年龄阶级，所以说其实我们都跟着男生一起参与。那当然在训练的时候，男生还是对男生，女生是有对女生的一些训练是不一样的，其实到现在一直都有延续这样的训练。
可是以前的训练是比较严苛的，因为以前的训练都还要去海边，那现在其实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防微乳洁的一些程序，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从都会区的小朋友回来。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很感欣慰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我们都会区的这些父母亲都非常鼓励他们的小孩子来参加我们的年龄阶层，就是你会看到我们今年年龄阶级的男生全部包括实习生大概有70几位，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我们对部落的那个认同是都没有改变的。我相信到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老人到我们现在的年轻，包括现在的巴嘎龙爱都一样，这个文化认同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我们也希望我们下一个在下的年龄阶级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些共识，能够那个凝聚力让我们的都立部落可以生生不息这样。丰年祭登场的大会舞牵动许多游客的参与，现场欢笑声此起彼落，使得平日极静的活动中心显得热闹非凡。部落族人也都盛装打扮，开心迎接属于自己的节庆。而都立部落歌舞的展现独树一格，每个年龄阶层都有属于传承自长辈耆老所留下的乐曲。其实每个年龄阶层也只有两三个主唱，因为原住民我们的歌都是以一个主唱然后大概在合唱，然后相对的舞步的方面也会有很多的变化。其实听老人家在讲，以前每个年龄阶层要进阶的时候都会拿一首歌来跟人家尬舞就对了，会不一样，所以说他们会研究了很多很多的歌，然后他觉得这个年龄阶层 OK，然后我就传唱给你们这个，然后就抓其中一个人出来领唱那首歌，然后另外一个年龄阶层的可能也会跟你讲说，另外一个我也叫他去唱这首歌。所以说每个年龄阶层所知道的舞步跟歌曲都不尽相同。没有音乐伴奏，只有领唱发音，其他人便能唱和。这是族人代代相传的传唱方式。
歌舞之间看见力与美的表现，也可以听见过去流传已久的歌谣，造就了丰年祭中与祖灵传递沟通最好的桥梁。其实丰年祭一直以来，至少我个人已经参加了50几年。那在这个一路走过来，我们从台湾人把我们叫做山地人、华纳，一直到现在的名称叫原住民。这个在我们来讲，个人来讲，这个是一个部落的丰年祭，这是一个祭典的仪式。在你们看来，他们不懂的，或许会有这种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但是我是建议他们，假设有经过或者是想看，假设你经过这样的一个部落，有这种这一类似的一个祭典跟仪式的话，希望用尊重的态度来去看待，而不是用欢乐，而不是用唱歌这样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来去对待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是有步骤的，其实他们是有流程的，其实他们都是有目的的，所以才叫做祭典。所以他绝对不会说今天唱歌明天不唱歌，不是，他有一定他的流程。那之所以会呐喊，之所以会高唱，那是因为表达对祖灵的一个尊敬跟祖灵的一个呐喊，仅此而已。还是拜托我们的游客，欢迎你们来，但是记得先尊重我们整个祭典的仪式跟流程。好了，你好，教学仪式不要上班的报告说高高高高你上班的都中国人你等候这个哪里的你爱的那是想不到中国人把它报告办这个你妈都没上那是想不到你那是看路都没上好的你那不到中国人哪里的那是你找你那古墓里等哎你上你死你要看我说你把他把他把他打死他那把不了他不拿那是想不到中国人那是想的叫别人不拿直播那直播都不给他就不拿中国人爱都爱。对于族人来说，今年是崭新的一年，也是年龄阶层晋升的重要日子。在头目的带领及青年的见证下，完成了交接仪式，也象征着部落新的领导阶层，就像新的嫩叶般重新展开，让年轻化的架构生生不息，来稳固独立部落的文化命脉。感谢学长的照顾。我们已经等了5年，我们终于有名字了，谢谢。等了5年，未命名的青少年组巴嘎龙爱正式的命名为拉古凡，代表着青少年承载祖先的记忆，期许未来他们带领部落时能够一帆风顺。部落的丰年祭顺利圆满的落幕了。在大家心中，独立不只是一个家，而是许多人年轻时的共同记忆，也是长辈耆老终其一生守护的地方。相信族人会用编织和歌舞，让独立部落的历史传唱下去。Ano sabi na namaw kisutok ro